三之一习题的第一题，题目跟我说下列何者为 S 的多项式。那我们复习一下什么是 S 的多项式。当一个多项式中有出现变数 S 的话，变数 S 不能在分母，也不能在根号里面，也不能出现在绝对子里面。所以一个多项式中有出现 S 的话，只要它不是在分母，也不是在根号里面，也不是在绝对子里面的话，它就是 S 的多项式哦。我们看一下 A 选项。A 选项跟我们说负三，其实负三是 S 的多项式，因为我们可以想成负三的话是不是等于的是负三 S 的零次方，所以负三的话也是常数多项式中的零次多项式，因为 S 上面的次方是零次。 B 选项的话是 5S 减7的绝对值，但是因为 S 的话出现在绝对值里面，所以 B 选项就不是 S 的多项式。 C 选项跟我们说 S 平方加3然后开根号，然后变数 S 的话也出现在根号里面，所以 C 选项的话也不是 S 的多项式。最后一个选项的话是 S 加3分之7，然后变数 S 的话出现在分母里面，所以主选项的话也不是 S 的多项式。所以这一题的话我们会选的是 A， 那大家记得负3的话是 S 的多项式哦。